腿淤青。Your X-Men。超华丽的战斗画面 ，X 战警将遇上史上最强大的超级反派，展开终极对决。电影《X 战警：天启》短短五天在台湾票房破亿，而不少人认为角色里头最吸睛的是他。可以将精神力量集中在手部变成灵刀，灵蝶这个角色从预告释出开始就被高度讨论。穿着紫色紧身衣，展现 S 曲线，十分火辣。Psylocke is very lethal, and she's not afraid to get her hands dirty. 为了演活灵蝶，演员奥利维亚·曼恩可是吃尽苦头。Ready and action. 不但得长时间吊钢丝，还得练剑、跆拳道，一双美腿上头，满满是大大小小的淤青。但也因为饰演这个角色，让演员奥利维亚·曼恩知名度大开。拥有越南华裔血统的他，过去在日本当过模特儿，还曾当过记者。Everything.超能力大 PK， 猜猜这部电影片酬最高的是谁？是 X 教授、万磁王还是魔形女？通通不对，答案是在电影现身不到十分钟的金刚狼休·杰克曼，他的片酬跟药脚魔形女珍妮佛·劳伦斯一样高，两个人都是1000万美元，约台币3亿2000万元。随着电影票房开红盘，《X 战警：天启》里头的演员也通通都是话题。三立新闻怎么报道？